装可以当洋装，然后可以把衣服拆掉。它是可以当洋装，然后也可以把那个衣服拆掉当上衣。我先当洋装给大家看哦，洋装大家可以看一下官网好不好？它就是一个上面一个素 T， 然后呢宽宽的，完全不分身形哦 ，SML 都可以驾驭哦。它是洋装的话，大家会是这么长，这么可爱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是一个假的衬衫，这边是假的哦。然后旁边上面就是大 T，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。它是宽松的，然后呢就是很可爱。然后之前我有买，因为带小朋友出门很方便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是，它可以把这个拆掉。有没有脱下来就变一件短 T 两穿？它是这种扣子的，所以很好拆。它脱下来就是一件短 T， 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再来，我刚刚有讲这件裤子的好处，它就是中高腰，所以即使短版的衣服不会让你露到太多。好用的地方就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再接上去的话，再接上去的话就变成裙子啦，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